凤凰军机处，王老顶杰，咱们这期接着聊。咱们军机处的观众呢，可能知道，就是我开了一个微信。那么很多这个观众呢，通过这个微信呢和我交流，提了一些关于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其中有一个观众啊，就拜托我说，你帮我问问王老，说这个前一段啊，这个有这么一个新闻，就是马来西亚的海军司令吧，到咱们辽宁舰去参观，在这个在一个食堂的门口呢，照了一张相。这食堂门口挂了一个清真餐厅的这么一个牌子，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辽宁舰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清真餐厅？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清真餐厅这个牌子是临时的呀，还是永久的？因为有人说呀，说他这个牌子跟咱们这个解放军这个舰艇的什么有关的条例不太一样，就是有关舰艇条例说这个舱室的牌子不是这个样，这个问您最合适了，您给我们讲讲。这样子的，部队呢对于少数民族有一个传统，就会照顾少数民族的餐饮问题。一般的军舰上面呢，倒不一定有，这是伊斯兰的餐厅，清真餐厅，清真餐厅没有，但是呢，会给少数民族的战士做他们的清真餐，清真餐，清真餐是有的。当然，一般的舰艇呢，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这种士兵呢比较少。就未必给他设餐厅了。他是不是这个分工作岗位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已经考虑到了，就是每个舰上他都要统计少数民族有多少。当然，如果说很多，你比如说在这个西北地区，陆上的一些部队它是分的，对，是分的，有少数民族连队、少数民族的餐厅，这是分的。但是在舰艇部队相对来说呢比例比较少，一般情况下不设清真餐厅。辽宁舰呢，就是这次情况我倒没有注意啊，最大的舰。少数民族的战士，特别是伊斯兰教的这战士，可能比例相对来说高一点。但是据我过去的了解呢，这是过去的情况，也许现在变化了啊。过去是没有伊斯兰餐厅的，也是给他们单独做他们的餐，他们可以在，比如说有一桌，这就是他们的战士给他们做一桌饭，你们在这一桌吃。那么这次有可能是特殊情况，因为马来西亚嘛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对，要尊重人家的接待人家传统。相对来说呢，他们一批来了以后，人肯定是比较多的。我自己分析，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这次有可能是临时设置的。那您说那个牌子应该是临时性的？对对对，刚才那个网友这个判断的非常准确。舰艇上每个舱室它的标牌啊都是有制式的，有规定的。因为这个平时的这个舱室无所谓，特别是一些站位。那个舱室设计的，它的文字都是非常标准的，就是战士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什么站位，几号站位是干什么用的。至于餐厅的设置呢，我想呢会根据情况，如果说辽宁舰上以后这个回民的这个战士比较多了，也许会单设一个清真餐厅，清真餐厅，这要根据情况临时来调整。那潜艇呢？潜艇就更没有了，潜艇就没有了。当然潜艇一般都是速成的，或者是这个半成品的这种预制食品，不可能单独设这个餐厅，都是不可能集中就餐的，因为三班倒嘛，不可能还专门弄一个这个专门给你一个餐厅来给你，潜艇上没有餐厅，有餐厅，就是说没有大家一块吃饭的这么大的餐厅。潜艇上有伙房吗？它这样的，炒菜，它是会议室和餐厅呢是合二为一的，它不叫餐厅。厨房呢？厨房是单独的。是单独的，但是没有炒菜这样的设备，有烤箱，有烤炉、微波炉，有蒸汽，这些设备都有，没有就是一种炒菜这样的东西没有，因为平时在靠码头的时候吃饭是在岸上的。另外，这个潜艇上炒菜呢，油烟也散不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那中国潜艇就更容易被发现了。餐厅也没有，就是一般就是跟会议室合二为一的。明白，是这样。这个网友呢，除了这个问题呢，他们问我更多的是，就是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啊，里边提了一下越南。那么现在网友问的最多的就是说，想让咱们说一期越南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前一段呢，这个广西社科院的孙晓莹老师来过北京，我跟鼎杰都去见了一下孙老师。那么孙老师这个孙老师专门研究越南，那么他根据他说，这个越南其实对于中国的动作是非常多的。鼎杰应该是这个孙老师的孙黛拉弟子吧，算是吧哈。那个鼎杰给我们讲讲这个越南针对中国的这些活动的情况。越南这个他对中国的这个行动，其实以前咱们前面也讲了几期了，对吧？也写了几篇文章了。主要就是咱们可能有时候看越南呢有个灯下黑，就是说不大注意他，
再一个呢，就是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盯这个美国、日本盯的比较多啊。其实呢，就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越南它这个国家，它这个首先它这个就像咱们上次说的，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南海周边和这个中南半岛上的这个扩张野心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它对它自己的历史的定位和检视也是比较强势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它的这个外交政策可以说一直带有这个远交近攻的这个色彩。他在陆地上，咱们都知道，他一直其实是想把这个，至少是把老挝、柬埔寨是拿下来，然后接着再把他的影响力再向西伸展，往东呢，那就是在南海上去占领这些岛礁，形成他对这个南海航道的一个威慑力，倒不一定有多大的宰制权，但至少他有一个威慑力。然后呢，在这个中间呢，一步一步的用蚕食战术，然后来推进他的一个在西沙、南沙这一带上的这个就是。所谓海，我叫它海上圈地运动啊，就是说做这些事情。那外交上，当然它就也是比较灵活了，就是和很多国家之间都有互动，包括它立法的形式，就是说这个以这个岛屿立这个大陆多远，宜居程度由南到宜，它定个等级，它鼓励越南老百姓去移民定居，然后鼓励了移民定居到岛上。哎，对，而且这个好多都在咱们九段线之内的。然后呢，它给补贴。直接给补贴，按这个难易程度，包括给他盖房子。他这个呢，他算是有两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他等于说是推这个老百姓就是在前面，对吧？这个当然我们要对付他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个投鼠忌器，有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越南他这个国家，他包括他的这个海上民兵制度，包括他的这个海上武装渔船是非常猖狂的。其实一直他其实运用的这个手段呢，他表面上咱们看好像说他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做法，其实他是软中有硬，他不是软中硬，哎，他不是单纯的说把老百姓当人肉盾牌推上去这么简单。他背后他的那个老百姓本身他就带有那种就是战斗性的组织性，就包括、因为越南这个民族本身虽然看着比较瘦小，但是本身就很尚武的。对，而且它有很多这个独特的东西，就是包括你像它被法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可能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屈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但是现在很多越南人他不是这样来回顾这段历史的，越南人在这段历史里面，首先是他是向法国学习，学习法国的很多包括这个策略方法。第二个呢，就是越南是以法国当年在远东的这个扩张的继承人自居，就像缅甸和印度是一样的，就像印度提出的那个藏南问题和缅甸提出的缅北问题，在历史上都不存在的，唯独在英国统治时期，那是英国的最远的一个扩张线，而且英国当年也没说那是缅甸或者印度的一部分，他觉得这个对他有利，所以他就继承下来了。他是这样来讲呢，他其实是以这个当年的这些帝国扩张者的资产继承人自居，所以他对历史的看法和我们就是非常不一样，所以决定了他的很多做法，包括外交上的、军事上的和这个这个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武装渔船和这个油气资源的开发啊，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就是可以说是小动作不停。因为那天吃饭的时候啊，我记得孙晓莹老师曾经说过 就是说这个越南对中国做的这些动作有几张牌，其中比如说像柬埔寨啊，有缅甸呀、南海啊，这都是他的牌。是，那这个孙老师有没有秘传给你一些，就是他这牌怎么打呀？这个因为我们都不太了解。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事件背后呢，怎么就是说我和这个孙老师，我们也算是忘年之交，很好的朋友。那我应该说这个孙老师呢，也是我目前在国内这个最佩服的一位国内的女学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其实是有时候也算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少是宋明理学以来的这个儒家吧。就是有时候喜欢在道德上，就是说先做一个高姿态的一个做法。然后呢，以后你说如果你做的事情这个不地道，咱们再论述，就是先抢道德制高点，这是我们的一个做事的特点。我们最有道德。但是这个特点一旦被人家把握之后呢，它也是你的一个缺点。但是你包括咱们和越南，其实历史上也发生过好多纠纷。但是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其实我们改善中越关系，有段时间越南它姿态端的也比较低，但事实上它没做什么实质的让步。但是这个时候呢，有段时间呢，我们其实是摆了一个很高的姿态，就是包括以往的事情，很有些既往不咎的这个气势。同时呢，甚至要求地方的这个社科院和一些相关的对越的研究机构，就不要再写关于这个中越的这个冲突性的和这个预防性的和南海问题的研究了。也不给你这个项目，甚至你写了之后，可能也你肯定找不到地方发表的。这又导致有一个大约整个的有10年的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南海研究团队等于被废掉了，因为没有人做这个研究。现在很火了。
但是现在那些火了之后，那些都趋炎附势的，好多人根本以前从来没关注过这个问题。所以当年这个在最吃紧的时候，搞南海研究最不受待见的时候，当时这个孙晓英老师他的一个朋友一怒之下，把他所有的资料和书都堆在这个走廊里，说随便大家拿，谁想要什么谁拿什么，全部拿走。说孙老师兄弟，他的一个朋友。不是，他同时这些书都被孙老师搬走了。是，没有，就好多人都拿了。但是呢，这个孙老师当时就说了，这个四个字，说书生意气。他说，人家不让研究，你自己可以研究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孙老师最厉害的，他是坚持，真是十余年如一日，而且没事的时候就带他的学生到这个边境上去看那些戒备有没有被越南人移动，然后最近这个周边是不是这又发生什么问题了？包括越南现在沿边好多村庄都有水牢。啊，那咱们那边要有什么都水牢是干什么用的？专门抓中国人的，你不小心越界了什么的，他直接给你扔进去，关你几天再说。但咱们这边对他那是态度好得很啊，那是友人啊，这是国际，这是友人，所以我们说确实站的这个姿态很高。所以这个孙老师他是最清楚这里面的事情，所以他也有种正义感，所以他一直以来是走在第一线，对于这个越南在这个老挝这些地方的一些做法渗透，然后他是盯得比较紧，所以他也是上了越南黑名单的人。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就说就是从这个事件，其实咱们两面去看吧，我觉得其实从里面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就是还是有这么一批真正的有骨气的有想法的学者的，还是不光有学者还有军人。这个孙老师越南人是比较恨啊，王老师越南人是比较怕，因为当时给做过针对他们的这个作战方案啊。这个王老当时这个您在南海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这个越南的武装渔船啊，越南的这个军队啊，有过接触吗？他们是个什么样？可能不是接触过，而是接触过多次。多次。我们在南海巡逻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艘越南的渔船，它叫渔船，其实我们心里很明白，就是武装渔船，跟踪我们。你不看这个渔船有时候还挺麻烦。跟踪的时候啊，你这个军舰你就不能停下来，你就不敢抛锚，因为越南的水下的特工水鬼还是有一定的它的特点的，就是真要是有事的时候你停下来抛锚，有可能他从他的渔船上面有一个蛙人出来，有可能在你军舰上面他能干嘛呀？贴一个磁性的炸弹就可以把你炸掉了。尽管他未必敢挑起这样大的这种战争，但是作为你军人来讲，你也得要防这个东西。是，所以我们这个军舰在那这个基本上几个月就除了靠咱们的码头以外，或者在咱们岛礁附近，以外，基本都不抛锚，不在那个地方停下来，靠着咱们这个码头附近不要紧，我们有探照灯什么的照着。你在其他地方生疏的地方，军舰大了以后也有麻烦，就跟这个索马里海盗一样，爬了一个大船，你根本你发现不了。一个渔船。您当时是什么舰？护卫舰？驱逐舰。当时是最大的驱逐舰。就是您那个济南号的。对，济南号也是3600吨。但是一个渔船啊，它如果放个蛙人从一舷一侧爬上来的话，你是发现不了它。尽管你灯光全部打开，探照灯，你甲板可以看得很清楚，舰嘛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形状呢，V 字形的，它这样爬上来你是照不见的，照不见的。所以后来呢，这个也当然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现在部队也有很多主要是反海盗的措施，比如说我们有轻武器，我们有这个探测的系统，安防系统，本来这是用到路上的，军舰上面也用了，就是你有人爬上来我就能发现，警报，警报。这个越南岛礁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呢，它的条件比我们要差得多。当然，在80年代、90年代，双方都差不多，我们条件也不好，它的条件到现在呢也有改善了。但是呢，我们改善就更多，大家现在都情况都很清楚了。直到现在，越南有些岛礁的它的生存的条件确实是比较差的。这个它不能及时的给它补给食品、物资。在我们那个80、90年代，有的时候一有的台风啊，气象不好，就是靠岛礁自身的他的这个士兵去捡海货来生存，没有补给，没有。这个越南人啊，也其实也挺奇的，就是我的那个婚姻介绍人啊，这个蔡教授，现在在这个武警特警，他当时呢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个我也写过啊。就是当时呢，因为就是咱们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就是战前训练是非常非常严酷的，这个强度非常大的。对。但是呢，就是即便这样，到了这个山区啊，还是比不过这个越南人。说这个越南人在这个悬崖上就跟猴子一样，就移动得非常迅速。
它的生存的能力包括生存的技巧是环境逼出来的，它未必有这样的训练，而是逼出来的。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情况，其实有一段历史是那个情况，就是我们对它比较大度，相对来讲呢，他一些老百姓呢，他不是这么想的。其实呢，在1996年大概到2004年这段期间呢，中越两党的关系呢，那个时候有所恢复。那时候还可以的，还是他的党中央，我记得是他那个时候有个总书记叫阮文林。阮文林到了这个中国以后，在成都和当时的咱们的总书记有一个会谈。胡主席。不是，是江主席。啊，江主席。2004年以前、啊，其实他那时候表态是非常好的，而且也表了决心，回去以后，他们党内也有斗争，要把这个斗争这个情况也把它摆平了，然后继续发展这个中越的兄弟般的党这个之间的关系。结果呢，实际上呢，他也没有摆平。越南的国内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确实对华友好的有些人，但是呢也有对华不友好的，直到现在他的党中央，也咱也不能说他两派吧，基本他对华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呢也还是有区别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群众的基础呢，因为越南这些年来呢有些宣传呢，他党中央控制的并不好，所以呢老百姓对中国的实际上他主要是害怕中国，这个害怕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表现出来是一种激烈的一种对抗的这种情绪。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就是我以前不是学动物的嘛，这个狗啊，狗咬人啊，更多的都是那些小狗咬人，真正的有很多这大狗大型犬啊，它性格是很稳定的，小狗它就是因为害怕，最终应激，这个一下应激的一种反应。对，实际上呢，越南这个和中国之间呢，在北部这个地区，陆上划界已经完成了，海上北部湾的划界也完成了，所以越南这些年呢，我看它的基本的战略思想的变化，一个呢是叫陆守海进，陆上海进守上就行了。因为划界已经划定了嘛，过去有些期限点，有些边界的纠纷，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陆上他采取守势，海上是采取进攻的措施，或者是采取一些进取的措施，这是一个。在海上呢，基本上呢，从这个2000年左右到现在，有这么一个变化过程。先是呢，就是北守这个南宫，南面他似乎抢占岛礁，抢占了很多。然后呢，随着时间的变化，就是北守南防，就是。难免在这个多占岛礁或者抢占岛礁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呢，我的判断就是北面还是守，尽管和西沙这个在西沙这个方向，他老是提出一些抗议的措施，认为他的这个领土，那基本上他采取守势，南面是强。这个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南面是强，南强就是北守南强，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就是为了这个保住他攫取的利益，他也在加强南面的岛礁的防御设施，包括一些填沙造造岛的这些。他们现在也在干这个事儿，也干，他一直都干，一直都干。其实他干的比我们早这件事情，只是他们先填，他们先干的，只是说他的能力和技术措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这是一个方面。实际上呢，在海上呢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大家都知道，现在他要发展叫空潜快。空潜快，空潜快，学咱们，学咱们，咱们呢，在50年代、60年代，这个海上基本上也是基本的策略，就是空潜快。但是呢，这个大家都知道，空嘛，这是它有苏-30飞机啊，苏-27飞机，潜刚摔了一架，刚摔了一架，或前这两天刚摔了一架，不多。潜就是引进潜艇，快，它也在引进这个快艇的这个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它自己也造导弹快艇，现在。但是呢，空潜快呢，我想呢，这个使用它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要满足，它现在还不是很满足。就是我个人分析，要空潜快要满足这么几个，这个要求：一个要可靠的情报保障，你要快，你要搞突然袭击，对你没有保障是不行的。对战场态势的战场的感知能力，它现在呢也比过去要提高了，但是和中国相比呢，还是差的要很多很多。差的很多。当然第一步他先把一些实用型的装备硬件装起来，然后再把战斗资源的这个设施再搞上去，他这方面战斗保障还比较差。第二个呢，就是要多点部署，他这点呢就比较难。多点部署怎么讲？就是空潜快，你看咱们50年代在东南沿海这一点，在这个地区啊，部署的类似叫鱼雷快艇啊，
很多，他要运补到马祖、到东营、到乌丘这个地方，到荆门这个地方来，他不知道我们的鱼雷快艇部署什么地方，我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进驻到东南沿海去了，他不知道，哎，这个要有多点部署，你临时搬兵，那没有用的，来不及的，你都是轻小型的兵力，都要轻小型，停一下吧，买一罐雷达的这美国人派过来的啊，也可能是越南人，越南可能技术措施现在还没到这一步啊。这是个小型无人机啊，对对对，您接着说，咱们这有屏蔽了。第三个就是要隐蔽突然，就是我们过去比如打到国民党的太平舰也好，揭露他的一些飞机也好，都是非常隐蔽，我把我的兵力啊非常隐蔽的部署这个地方，你不知道你过来的时候突然就出来了，把你干掉了。这一点呢，越南也比较难，因为南沙这个岛礁啊，几十个岛礁要部署兵力的话，基本是透明的状态。对我们来讲，对，基本是透明的状态。如果从它的岸上，岛上这个大陆上派出兵力的话呢，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尽管比我们近。这越南人又派这个无人侦察机过来了，这得听听您讲什么。对，他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呢，空潜快要形成它的战略的目的，它还有一个过程。目前它还达不到它要设想的那种军事上的目的。它即便达到了空潜快，但是它的这个作战对象也不一样。以前咱们针对是这个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它现在针对的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力。就说它如果实现了它的空潜快，您认为它能对咱们中国这个中国军队吧产生威胁吗？也不行。因为当时的状况是，大陆对国民党，尽管他的武器装备，国民党的武器装备比我们要先进，但是呢，他对我们这些空潜快的这些装备呢，没有什么反制的措施。他有进攻我们的很多的有利的条件，但是要反制我们的小型的兵力的措施呢，他也没有。比如说那时候没有武装直升机，那时候没有对着我们大陆进攻的这远程导弹都没有，就打快艇没办法，打快艇是一点招式没有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南沙海区，一个我们自己有快艇，第二个我们现在的武装直升机打这个快艇也还是有一些办法的，还是有些办法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飞机，越南的飞机现在的主要依托的就那么几个机场，它的本身的生存能力也是有限的。潜艇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战斗能力，因为它那个潜艇呢，训练这个它是从零开始，当然尽管是俄罗斯人帮助他们，包括潜艇出去行动有很多保障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比如说长波台，比如说水下搜索发现的能力，战场环境监视的能力，这方面呢它还很差。就是潜艇要形成作战能力，不是说光有艇能够做到的。对，因为越南这个方面，就是说，因为我也是关注越南的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它的这个国家战略，对吧？就是从说它从这个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就是越南其实它因为作为它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实力来看，它肯定和咱们要进行这种直接对抗一对一的肯定是不行的。对，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海军的发展，它是放在它的一个国家战略的框架下。就冷战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和苏联结盟嘛。现在其实它等于是咱们看。他和对，他要摆向美国，但是他和俄罗斯、日本，甚至印度和这个菲律宾，还有澳大利亚都有联系，而且他非常注重在联盟框架内行动。再一个，他针对的肯定以后是咱们南海上的航线和航道，而且他肯定不会说再蹦出来他自己单打独斗来挑衅咱们。这个他以前说过，他从来也没有单打独斗。对，是他是一个很善于巧妙的小国，都是如此嘛，就善于借助这种联盟策略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来加持一个杠杆。就是说，而且再一个呢，他肯定是个不对称较量，他肯定盯的也不是要和咱们解放军海军来过招，他肯定盯的也是咱们的这个航运系统，因为咱们现在整个华南几个港口的这个对咱们整个的这个依赖性，它是没办法短期内用其他航道来替代的。所以越南其实就吃准了这一点，他自己也说嘛，他就要变成一个毒刺，就是说我也可能说给你正面较量，你也觉得我很小，但是我扎在你的动脉上。这个就可能比较麻烦，这个就是越南的他的一个构想，就是战术要用战略来放大。你怎么知道他的这个构想呢？
这个构想现在越南其实这个国家很有意思，现在主要是咱们现在呢懂越南语的专家太少。越南其实它很特殊，它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面都不一样，就是它从那个越战的时候，它好多那个战略问题、战术问题是公开讨论的。你别笑，就是公开讨论的，而且领导人可以互相，咱说互相骂架，这个好像说的有点这个过了，但是那说的话都很值的。就是包括当年五元甲他们互相之间，包括那个几次攻势对这个美军、对这个南越军，双方几个观点不一样的，怎么打，就进军路线，人家直接讨论的，直接而且就是号召广大指战员参与讨论的，就是欺负那个外国人懂越南语哎少，就包括美军后来就，你瞧，谁说越南他过来，谁说话他过来。就美国后来研究这个美越战争，就发现这个问题。就美国好多搞这个越战研究的专家，后来发现说大家用的史料好像都是美军这一边的，说用越南的少。后来就有几个学越南语去研究越南资料的，一研究大吃一惊，说好多越南东西全是公开的，是吧？这个直接，甚至当年你就光看越南，就相当于这个。对，对，这。行，你接着说。这个就美国专家就发现，就是越南这国家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也知道你全世界懂越南语的人有几个，懂越南语又懂军事的有几个，所以说他也知道你其实咱们国家现在应该有培训越南语的吧？少，非常少，尤其是落外什么，国外应该有有越南语。其实我们也有在越南方向上面有专门的越南语的这个搞侦查的监听侦查。就我们叫技侦所，整个一个所都是越南语的，有陆军海军都有，但是相对来说在咱们整个军队构成当中还是一个很少的一小部分，就是包括从咱们国内的出版物和研究论文一检索，你就看到真正运用粤语资料进行正式的严谨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研究的几乎看不到，就现在就是这个就高端的这种专业研究是结合的可能不是太好，我们可能对具体的一些侦搜监控可能呢我们肯定知道要有这个越南语，但是咱们的高端学者尤其做战略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和这个军事战事研究的，就这一块目前我好像据我所接触的好像普遍的就连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美国特别注重对越南语的培训，主要就为了重新研究越战嘛，但他研究越战的过程中间他就发现对越南的好多研究都要重新评估，就是这一点。再一个呢就是刚才就是咱们说到除了这一点之外，就是越南它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我们重视的在哪呢，就我们现在一说就是说中越它是这个中国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好像就是说我们又是邻邦，好像就是说这个经济搞得很好，以后还有好大的这个共生利益空间，但事实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越南现在就包括它和印尼印度一样，他们现在正在利用他们这个就是更低的这种地租和劳动力的这种廉价成本来和我们竞争一些这个生产线和一些国家的投资，就是把一些工厂都移到了越南，就是现在它已经开始和我们形成这个竞争的经济关系了。再一个呢，越南和我们一样，就是说作为这种后发国家，它廉价劳动力资源的背后意味着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老龄化。也就是越南现在，据越南国务院他们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就他们认为最多20年越南就会进入老龄化，所以现在我们要警惕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越南它会不会在这个就是说在他这个就是说进入老龄化之前，他尽量的来在南海上也好，各个方面也好，就捞取实力，就像咱们下围棋一样，想把实力捞住。包括他现在南海上的油气开发，那完全不是一个可再生的状态嘛，就能搞多搞多少。就是他这个和他的这个情况有关，他毕竟是一个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各方面对吧？就是说，这种后发国家如果能够在这个人口红利消失之前实现产业升级换代，那他就超越发展了，就走出去了。如果不能的话，它又赶上老龄化，这个整个社会都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我们其实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在这一点上没有及时做好准备，其实这个是个必然的，一环扣一环的。越南现在自己等于把它的时间表已经列出来了，就最多20年。有的那个越南军方和他的这个民间的学者认为20年都不到，就是说现在就是，也就是说它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它有可能在这个期限之前追求升级，就是彻底超越。可能性不大吧，可能性我觉得也不是太大，但是这是一个可能。这个就是，但是他说做不到这一点呢，他也有就是说备选方案，那就可能越南他会就是说铤而走险，就是说在这个进入老龄化之前，他采取某些大力度的外交的军事的某种行动，
就是这个我们要做好这个地方转移国内的这种他不光是转移，他要真正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来拉动啊这个各种。再一个呢，就是他也可能就是说他运用一种就是那种就是一种这种就是还是继续就是说来捞足实力，包括他跟咱们这几年也他也讲对华经贸还是要友好的，对吧？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和美国俄罗斯搞这个关系好像是个远近兼顾，但是他这个里面也有可能随时转向远交近攻，但也有可能他所谓的远近兼顾也还是两面都想拿嘛，对吧？既想从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那儿得到一些技术转让得到一些扶植，又想从咱们这儿捞取这个经济上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他有时间表的话，我们最好也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时间表，就是说要么如果真想搞他，有所应对，真想搞他，那干脆就是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就等到他老龄化他最困难的时候搞死你，对不对？就是我搞你一下，人记住五十年，不敢，你不要再以后再想什么搞我中国。第二个就是，如果咱们想还是以治病救人的姿态，那就是在这个之前，把它强行的把它从各个方面真正的纳入咱们的一个这个战略设计里面，从经济上各方面，一定不能让它变成一个来挑战咱们的一个系统，而让它成为咱们的经济的。你比如说，它转移生产线，咱们可以把咱们的落后生产线转移给它嘛。这个转移的过程中间，很多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不大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一点和道德没什么关系，这个它和人和人不一样。再一个来讲，你真把它改造好了，说实在的，这不也是负责任大国治理地区的一个表现嘛？真正的大国古往今来，所谓负责任的大国，首先是管理好周边的小国。如果这个小国以后走向地区霸权主义道路，首先是你这个地区大国失职的表现。先把小弟都理顺了，哎，理顺。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呢，是多培养点这个懂越南语的。他们不是公开讨论吗？咱们多培养一点懂越南语的，知己知彼。是。懂越南语还要懂这个、就是、战略，对，其实我们现在懂越南语的人是有的，就像咱们懂美懂这个英语、德语的也有，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够结合专业的去懂，这个是个问题。好的，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王老，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美越的这个军售现在又放开了，这个据说越南现在要买一批二手的 F-16 和这个二手的 P-3C， 那么就说这些美制装备如果装备了越南军队的话，会不会在这个会不会改变南海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军力的平衡，或者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中国？您怎么看？首先说呢，就是这个美国向越南出售这个武器啊，其实呢还是受到一些限制的。尽管现在已经解除了这个对他出售武器的这个限令，但是呢，越南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呢，他会还是会综合考虑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 F-16 这个飞机，就是买到越南以后，实际上呢，目前来讲已经是一个落后的飞机了，并不比它的这个苏两七性能水平高出多少。而且它这个 F-16 应该也是就是生产出的就机龄已经很长了。对，实际上呢，美国的 F-16 生产线基本已经停了，只是出口型的有些生产，自己国家的 F-16 CD 型的已经停产了，就而且呢 CD 型的可能也不会卖给越南，如果买个 AB 型的给越南，它价值并不大，而且呢会得罪俄罗斯，因为军工市场啊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市场，不光是军工市场的问题，它敢不敢做。那么 P3 这个飞机倒是有可能，因为越南有这个需求，对美国来讲呢，这型飞机也不是说十分先进的不可以出口的飞机。这个如果越南买 P3C 的话，那其实就是针对中国的啊，那肯定的了，卖给他干什么呢？就是他武器出口啊，这个说起是一个贸易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刚才我提到实际上是一个军事问题。美国卖武器给一个国家的时候，他都会提出他的附加条件的，包括越南你用我的 P3C， 那么用了以后你的情报要不要和我共享，即使你不和我共享，那么我也可能会搞到你的那些你侦查来的东西，因为如果美国人在这个里面搞名堂，对付越南可能是游刃有余的。那么你如果对我美国没有好处，我卖给这个武器给你干什么？实际上呢，卖给这个日本和这个台湾的时候，他都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就是我们情报要有共享。如果你答应我共享，甚至我送给你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对越南这个诱惑力都
比较大了，所以这两架飞机如果比较起来，实际上 B3C 对我们的威胁更大一点。哎，我们的现在高星六号，我们现在还没有装备，当然我们装备以后可能性能会优于 P3C 飞机的，后发优势啊，后发优势还是有的，但是毕竟你还没有装备。如果越南他买了以后，很快就可以使用，那么对我们南沙海区的所有的兵力活动呢，会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能走到哪一步，我觉得也不要担心，就是说你再担心他该买什么他还会买的，毕竟在南沙这个地方，我们从整体的军事来看，比他优势还是大的非常多的，不是一星两点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要有信心，不要害怕，也不要有过度的这种担心，你爱买什么卖什么，我按照我的军事建设的步伐，我按照我的军事部署发展我在南海的整体的军事优势，你不管你卖出售武器到哪一天，我想优势还是在中国这一方。那行，那今天经过今天这个讨论呢，大家对这个越南的情况呢就更了解了一点。那么这期凤凰军机处就是这样，下期再见。